18号，成都地铁6、8、9、17、18号五条新线集中开通，初期运营。本次五线齐发也标志着成都轨道交通线网里程正式突破500公里，达到558公里。成都也成为国内首个一次性开通五条新线的城市。截至目前，成都轨道交通线网已经开通13条线路，车站数达373座，换乘站46座，成都轨道交通正式步入国内轨道交通第4城。